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的吃到很好吃的。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吃这个卤猪之前会有一个仪式，这个鸡肉呢就是蒸嘛，然后就放下去，你知道瓦煲很容易滚的嘛，所以也不会煮太长时间，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蛮软嫩的。起来，起来，盖壳起来。这个肉啊，因为肥瘦混合在一起嘛，所以咬下去呢非常好吃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点，特价开餐喽。